fuck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 第二三。那我们现在回到基地了哈。那我们上次在外星遗迹那边，他那边有一些传送门，总共好像三个还四个吧，就是一些门是开不。之前我之前四处去游的时候，他有一些那个传送门是没办法用门禁卡，或是他没办法用那个绿色晶体给他，然后打开那传送门，一定要从下面那传送门通往世界各地。这种电鳗呢，它不会攻击你的船体，然后但是它攻击你的人，算是蛮好的生物了。啊，好笑的是它竟然会攻击虎鲨。哎，挂了。哇靠，这个匕首比火焰匕首还强，真的。难得早上又游上去了，很少这样子，好漂亮啊！哦，看海妖在这阳光照射下面，真的是更加好看了。这样他没有被打，这边都会被打，我也是觉得很扯。差不多了啦，我东西都带好了。传送蛮久的，我们先不回船上，我们先直接去那个蓝色门禁卡那边。哦，中间那个离子晶体几乎无限的，因为怎么讲？他拉不上去了。对啊，我一读取这个又可以再挖，这么好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试试看，说我的左手到底可不可以捡。哇，无言了，没办法捡。这边推进器还不能用啊。他正在翻译当地的外星的广播，好吧，看来唯一选择只能潜下去了。Oh fuck！ Are you here to play? The others came but played alone.They bored me. Now they're gone, and instead, I have you. 谁打扰他？他是说我们人类在打扰他。等下我到底是不是人类，我都不确定。所以你想要干什么？你可以治好我的病吗？哦，干嘞！哦，他就是之前躺在那个实验室那个比较大，他被那个。人类拿来实验了，哦，就是你哦，对啊，他被人类拿来实验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把，这边有虎鲨，他好大一只，而且他不能扫描。这是新的改版，叫做《深海的声音》。好吧，我们潜下去好了。这边的不会咬人呢、欸，可是我还是感染了、啊。哦，如果我快饿死了，所以基本上如果等一下可以的话，可能要烤鱼来吃了。没有，我一定要先烤鱼来吃哦，因为我真的忘记带食物了。随即熟死。
哦，好大一只哦！它跟那个海龙利维坦有得劈耶！哦，对哦，中间我竟然没有逛到，这是它的蛋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，这是它的蛋没有错。上一集我们有到那个实验室，哎，它停下来了，哎，啊 fuck， 哎，它停下来了，怎么了吗？啊，还好我刚刚没有进去那时空门。对啊，他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Ways of giving passage to the outside. I asked them for this, but they could not hear. 他想要出去，在这边待太久了。If you can hear, you can help. If you can help, I will tell what the others wanted so badly to know. 欸，你不要害我呢。还有什么要打开的吗？欸，放出去真的你很强欸，里面现在目前看到你最大只欸。孵化器不能按，我先看一下他的需求到底是干什么。欸，顺便近一点看他哦。Oh fuck， 他记得那边有，好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还剩几个？欸，那是我要拿来做动力电池的。You gave me what I asked for. I give you what you seek. 哦，所以这进去就是我要的喽。This is what the others could not see.This secret willingly. I hope I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again. 好，我进去探索你给我的秘密。欸，孵化酶是怎样？ New blueprint acquired. 未知的媒体。加布羽毛种子。海皇冠种子我知道。哇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一种草欸，我觉得。海皇冠我自己有养啦，脑魔术我知道，然后红蓝草我不晓得，加布羽毛种子哇切，还有一有停下来了，好吧，然后我进去看看喽。这165米在哪里？哦，这里哦，哇，啊，裂空者不就在附近？对啊，切。打通了，我们先去我们的那个独眼巨人号那边把我们补给品装上去哦。Welcome aboard, Captain. All systems online. 啊，我们这里有两个零的电池，那我们做一个热转电的独眼巨人号热转电的。欸，灭火器还没有生出来。OK， 这真的会转电吗？因为这边还蛮烫的哦。有欸有欸有欸，刚刚94嘛。好吧，然后顺便把这个生物灭火器挂在这边。哦，真的不行，我们再丢，好不好？因为要丢的机会不是很多。有啊，有在冲了，3%。它一颗好像一颗在冲了，啊，哦，有，冲蛮慢的，不过好，啊，可以接受。啊 ，fuck！欸，他游进来这种地方，这一只跟里面那一只真的长很像，
我只在挖那个蓝水晶而已啊，不见了！我靠！天哪、啊，你还可以把水晶体拿掉的，无言嘞、欸！我在上面了。啊 ，fuck！ 我在找菜、欸。啊！把你戳死，你就不要走、哦。爆你头！我跟你讲，天哪、啊，蛮硬的、欸。我还找那个找植物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先跟你讲，如果你的独眼巨人号真的不小心掉下去，就真的爬不回来，不是海虾、啊，你就真的爬不回来。它地图一直扫下去会有那个，我用这来扫描一次好了。对，如果突然断层，对，下面就没有路了。你如果海虾号真的不小心下去，就再见了，你的海虾号就往下沉了。哇 ，bug 了！橱柜打不开的。哦，红蓝草。OK， 现在有点啊、哦、崩溃，储物柜打不开的。哎，里面有蓝水晶呢，然后钻石哎，然后少许的动力电池，完了，现在都拿不出来了。那海皇冠。海王冠我之前就养了，对啊 ，OK 啦。哦，原来红蓝草我自己也有养。哦，原来他在那个斜藻区哦，那就剩一个脑魔术就在比较。我刚去维基查，脑魔术在那个人类水雷区。脑魔术要到了，这里这个脑魔术，拔两个，一个回去种了。那我很怕他又叫我再弄一次哦，所以我先把这些哦都先再种一次。海王冠啊，选，对，我觉得先种一次，下一次就不用再种了，不然那样很麻烦。万一他又要叫我再种，哦，超麻烦。这声音怪怪的，我没有听过这个怪兽的声音，是在我家吗？攻过来了吗？对啊，还是你卡在我家？算了，莫名其妙，我们就当它 bug 好了。好，四个都有了。它是算什么食材啊？这是孵化酶。OK, good。前我们让我去前往那个外星遗迹那里啊。这个声音让我很不安呢、欸。啊，等很久了吧？这边的怪又不会打人的，你看不像他的叫声，你看真的，感觉那刚刚那些在我基地在那边一直呐喊，不知道是哪一只。
真的是显得好渺小啊，涂黑黑的好奇怪。好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放这边孵化器，我是孵化米。哦，没有错，上次躺在实验室就是这个面。好，我还是橄榄呢，靠近它好了。啊，他没有话要跟我讲吗？My young are swimming for the shallows. I thank you. Their freedom is my end. Perhaps next we meet, I will be an ocean current. I will carry seeds to new lands, or a creature so small it sees the gaps between the grains of sand. Farewell, friend. 他是快死了，差不多要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他们五个 AI 才会过来游进去这样。你好像就最后一个了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那五只已经进去了，那我觉得我也跟着进去好了。好，要日出了。嗨，各位，大家感谢你们抽空来观看完《深海迷航》。那他那五只释放之后，好像就没有事干了。那我的影片呢，想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。那非常感谢我的独眼巨人号，还有感谢我的海虾号。那独眼巨人号已经死了好几次了，因为目前现在是没事干嘛。那我去维基看的话，好像就是刚刚那个巨大的那一只是最近新出的嘛，啊，还有火山啊，我们都去了，该去了我们都去过。那我们在这边做个影片的 save point 哦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